球队融合没有那么好，但是跟这个赛季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对，利用身体，哎，底下这个出来了，好球！哎呦！各自拿出一篮下没有人，这样半截球的时间，山东得了21分，火！但是莫泰确实刚才攻了几次啊，效果不是那么好。再来再进，真厉害啊！正面要防下来了，人家是奔着要犯规啊，这边又是反击的机会，电宇航轻松的上篮，根本不是协防，就主动选择夹击。对，哎呦，漂亮，李元宇，对，造成了犯规，2+1，莫泰厉害啊，今天。布鲁克斯真厉害，布鲁克斯啊，就赛季之前受伤了，一赛季没打，现在内线呀。比较缺人，我熟飞，领航还一个，还一个，真厉害，丁宇航，真风向的，漂亮的传球，坚决不让布鲁克斯接球，张春军，哇，这球太难了，怎么还能防成这样？也就只能限制成这样，是吧？机会再投还进，我的天哪，还没有完全调整好。而且刚才这出手显得是有点着急。丁宇航跑出了空位，三分命中，投进啊！江苏看布鲁克斯，山东就看丁宇航，也不错了。往一下，我拉开空间，真厉害，太强了，真难啊！想要一犯规，丁宇航直接上啊！确实没法防，不是。球转移的非常好，再进三分。虽然今年可没怎么进过三分，换防了啊！史鸿飞面对大个也没打，这个篮下是空了。这很直接投，又哎呦再进哦，太厉害了，布鲁克斯。哇，王鹏好球！好球啊，打得很聪明。布鲁克斯这个点呢是明显优势以外，其他的各个位置去对比呢，优势不明显。王鹏打开了，连得五分啊，还是非常友好啊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127-103，24分的分差，电影航今天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36分球。